龙门太极拳八法十三式源于中华道家西北绵泉拳系，已有几百年历史沉淀，是古代道家养生导引之术。起势，两脚跟自然并拢，两脚尖外展大约一脚宽，全身放松，沉肩坠肘，食指松散，下颌微收，舌顶上颚，牙齿轻扣，嘴唇微闭，一手丹田，含光裂目，目视前方，略站片刻。